也积蓄人世皆是财，樱花白露落两排，今朝天子船又来，那不见当年李太白。 好吃的了，哇！这里的环境好棒呀！哎，这是不是看到熟人了？我就放大家看一看，这在干嘛呀？解决大头，只有一个。你好酷啊，很有男人味儿哎！对不起，我不喜欢女人。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。